叶姑娘，快扶过去。你醒了，头还疼吗？你刚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快死了。能不能别老咒我？哦，那我以为我快死了。我都没死，你怎么死？你当我这个神医是摆设？看够了吗？你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好吓人。看够了就回自己屋子。哎呀，辉叔，我已经好了，能不能不吃药？不是给你的。嗯，我也没什么事了，我就不喝了。不行，余毒不清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而且这药方可是你自己的。原来你也怕苦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喝毒药呢。不对，你中毒了？你怎么会中毒？你赶紧走行不行？我中不中毒和你没有关系。我们又不是外人，没事，你不用装。你中什么毒？你快告诉我。谁跟你不是外人？我。